部长啊，工作的时候很认真，也会讲一些娱乐笑话啦，有时候会有点冷啊。啊，这是我的姨妈的那个凤梨酥，从小就吃。他还这么特别有心型的，一边滑皮划艇，一边清理这个垃圾。这个不会掉吗？不会，要窄一点嘛，我一窄就掉了。空中访民情，星期二晚上8:30，8频道，你也可以在 Mi Watch 免费随心选看空中访民情。